大家周末愉快。今天是新加坡的投票日，但是我人在泰国，因为我需要投票。然后我们在泰国过一个周末，我们在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酒店，这家酒店是在通罗区，就泰国的日本区。然后这家酒店今天是第一天开门，然后因为我是那个 Marriott 的贵宾大使，对对对，所以我今天过来第一次。他给了我们花。还有酒。Okay, thank you. Oh, it's the first thing. Okay. And you'll be fine. Okay, thank you. Enjoy the car.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太巴机场，哦，格子太巴机场。Second and third hint 在这里，哎，我们去看一下。我们都已经发现了，哎呀。这酒店还可以啊。这是家 boutique 嘛，当然了。boutique。充满了小心思。我们来的第一家是一家泰国菜，然后也是也是家米其林，哎，我不知道这家是米其林，就是。嗨，罗迪卡切夫。我们在一家 Asia Bus 50，他要找一个正确的 locker 是开门的。这怎么找啊？这绑出来。哦，就直接开。它这里就是每个年代它都有个 scene， 然后60年代 Strawberry Fields， 啊，这是那个呀，就纽约有个那个。有个瓷砖 Storm the Sea、Queen's very first radio hit Have fun。 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我们已经是在这个餐厅里了，然后这个餐厅的话它是点菜的，它是一个餐厅，他说这个是都可以选的。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上午在酒店吃了一个非常 fancy 的早餐，虽然他们咖啡很难喝，我们在那个泰国我感觉酒店的咖啡都一般，我们在对面的小店买了两杯咖啡，那个一开始都没有收我钱，因为他那个没有办法刷信用卡，但是我们还是很诚信的回去付钱了。没找到，哦，行吧，只能先来看看泳装，这个也太复古了吧。对啊，而且就是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是哪里进去？显然不是那边。这个泳池是吧？还蛮酷的哦。好好。哦。小猫咪。我们按完摩来到了这边这家的 Commons， 好像是一家叫火的 Communities。进去看看。对，我觉得应该就是泡面。咖啡喝吗？喝的。这家的 Roots 呢？感觉他们喝过这个。对的。就有点像那种 market。一会儿要吃饭了，这边我们应该过来喝咖啡。是吧？那个以色列，他们还说他们那个 market 的很有名，什么什么，这 market 对，这 market 还没这个 fancy 呢。买杯咖啡。我们现在按完摩，然后在 Commons 逛了逛，然后我们今天晚上去吃一家米其林。先穿个马路。我们今天来吃这家80/20。
刚刚吃完那家店，然后我们现在走在 Chinatown 这里，然后后面人都没有。哎，你看到前面那家破痛吗？啊、这也是一家米其林两星，是吧？嗯。然后我们现在来一家 Asia Best Food Bar， 在 Chinatown 这里。OK。哦哦，哎，就在是这家。没有人。没有人。嗯，你订的这个是？我没订，我订的是那边那个。好。不过可以尝尝。可以。嗯，走。把我们两个关在了一个如此小小的空间里。它在四楼。哦，这是都可以看到。哦、到啦。让你别碰。我没碰呀。我们刚手伸出去了。哦。他看到我们手伸出去了。Sorry。他让我别碰是吧？对。不能碰对吧？嗯。Don't touch, sir. 干什么了？哎，这家餐厅说不定也蛮有意思的，我们不如过来吃这家吧。卡通吗？嗯，可以。你说我上学的时候看人尿尿，我都给你录下来了。哦，你还在录啊？我们现在前面就是 Chinatown 人家的家，那我们就坐在这个屋檐的下面，然后里面是 bar。这边走三分钟就到了 Chinatown， 然后这边的 Chinatown， 哦，这才是曼谷最繁华的地方吧。来到了第二家 Best 50的 bar， 叫 Tropical City， 还有一个很热的小餐厅。走，太热了。我们这里应该有，有那个有位置，我有。对。Hi， how are you？ Welcome。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商场，我们到了一个叫 Equi 什么什么 ，rrrrrrr。我们早上进行了一些宗教的活动，然后我们下午就过来逛街，晚上去吃一家之前那个肠胃炎的时候没吃的一家餐厅。好香啊。那是我们在泰国订的第一家好吃的餐厅。嗯，我们中午的话就在酒店吃了点东西，我们酒店包吃包喝。嗯，还包住？包住，我们付钱了的。那我们现在就要逛一下这家商店。它周末应该也不知道是不是只有周末有，就会有很多的小市场。然后这边有个 waterfall， 对的。哦，这个还蛮酷的呢。上面那个是？嗯，我们逛逛，逛逛小商场。走吧，我们去那边开始逛。我们在这个 Tops 买的榴莲，我们现在坐在这边吃榴莲，很臭是吗？皇家榴莲还蛮香的，很浓郁。我们迎着夕阳。这个大厦还蛮好看的，对的，就是很好看。嗯、我们周日晚上最后一家来这家 Vesper， 也是一家 Asia Vesper 进去看。你选了吗？是吗？这个他打开 menu 是 food 和alcohol。Yes, thank you。然后它这边是比较 strong 一点的，然后这边是比较 light 一点的。那也没有啊，这边也有女生啊，就也没有说哪个特别的。